断球，反击多打少，打寒扣一个，漂亮，这才是真正的节奏了。没错，咱们刚说完就是说要从反击，没错，防守反击，因为防守你抢断篮板球，或者把球进入到阵地进攻。优酷体育在复赛阶段全新推出主队视角，好了，关注主持人口令，发送你最喜爱的场上球员姓名，暂停时间将会为你呈现他的专属画面。顾起来，韩德君再造杀伤。韩德君比较喜欢用单脚起跳啊。突破，好球，还是围绕韩德君。过来接球，上海首联防了。好球，腰位很深啊。好球，好的，打中加罚。又是韩德君，再来看啊，这球给过来之后借下顺势的往内线去转，有了吗？哎呦，好，还好有断球，反击多打少，打寒扣一个，漂亮，这才是真正的节奏了。没错，咱们刚说完就是说要从反击，没错，防守反击，因为防守你抢断篮板球获得球权多嘛。是，这是罗汉征跟赵继伟的出去，今天罗汉征的表现啊，但是这个效率并不高。雷奥的三分，好球，好球，大韩还一个，这球小点拨，漂亮。柯天举自从伤病完以后，我觉得他的身体这个速度下降了。再造一个犯规。林书豪身体素质等方面跟国内球员也差不多，这么比较下来，辽宁的这个国内球员啊强一些吧。好球，哎，好球，再打中啊，差四分了。大韩这点还是有点优势的，那边整个在这个赛季一说开赛马上就开赛，他还不像 NBA 他最少还给了他三场热身赛，是二打一。非常自信啊，高世炎现在拿下十分以上了，就这么快啊？是啊，出底线投吧，你上半身投挺好的，对，好的啊，这个上海队呢也是犹犹豫豫不上来，侧影一下，哎呦，靠得太厉害，好在大韩抢到了二次篮板，是，这是大韩的特点，所以辽宁。你要想解放你自己，就在外线得开火，然后但是你得投进。前两场是太不准了，现在又是抢断反击，四打三，四打三，大韩跟进，大韩。艾伦这么打，要注意保护一下自己啊。嗯，很给艾伦去找机会。说这是我的一次助攻机会，您给投丢了。好球，这边二加一打成，漂亮啊！行，这球基本拿下了。这个二加一几乎就是让辽宁稳操胜券了。大韩蹭一下，还是找郭艾伦，时间不多了，再传出来，好球，有个大个啊，这球就是好打，15分球。